眼睛不能偷瞄我，要么就整个闭起来，就刚刚。苏军呢？运转运，以前有去校园里面演唱吗？哦，有，最近比较多。哎，有感受到你最近红起来哎。他在校园是超级巨星。转起来。滚转林仙是自己写的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有不是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不是。宪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还以为他是有才华的。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他是老实人，你知道吗？勾一郎。像之前啊，他在森林之王比赛的时候，穿全套衣服，对不对？然后哇，很感人，这是家里的长辈做的吗？传承的。不是，传承的，那是家里卖的。家里卖的，家里卖对，家里卖的。比完那一场的时候，那一套衣服就卖掉了，销售一空了，因为他卖中古衣啊。对对，你扶一下他肩膀，他是不是快要中暑了？有没有？秋秋啦，有没有冰敷袋？很热啦，你要今天脱衣，你要冰敷一下，冰敷一下。你穿上会红，这个温度太高了。你穿上会红，来来来，知道吗？哎呦哎哎哎，好可以加入。加入秘密嘛，今天就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破千万点阅率的稳赚领先。他的唱腔啊，已经接近于萧煌奇那个味道。哦，你唯一可惜的就是眼睛看不到。哎，这个不用可惜啦，不用啦。要不然我帮你设计一个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给你一个，你以后出去都说我天生有隐睾症。还有一个，你要，你眼睛不能偷瞄我。哦哦。要么就整个闭起来，就刚刚。没有，都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因为我很怕，就是唱歌的时候会翻白眼。哦，那就你试看看这句翻白眼，唱看看。不要，就是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一直被骂说翻白眼，很难剪这样。